如果我不得这个病，我应该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吗？可以穿漂亮裙子，可以留长头发，可以有自己的朋友。18岁，他上上2010年，也就9岁的时候，当年6月发现连呢，你这想给他分开，有时候会导致脏器的损害。CT 的表现非常的明确，对周围的脏器是一个明显的挤压。位置呢，非常的不好，正好在右膈下肝顶，把肝脏呢也是明显的往下推挤，很多的重要的血管呢也被这瘤子呢包绕在里面。为了增加手术的成功几率，中日友好医院肝胆外科杨志英主任请来了胸外科、麻醉科、妇科、放射科、ICU 等科室主任进行联合会诊。有可能把肿瘤拿掉了，歌姬还是那种松弛状态，不压高的话，它对它呼吸还是有影响。手术操作造成瘤腔脱落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栓塞，这个是比较致命的。而更可怕的是，即使这次手术侥幸成功，也不排除前线体内的畸胎瘤会再次复发。孩子现在有这口气，我就想给他坚持下去，就是不想放弃那个治疗。后年他做手术没有去，因为懂事。他说等你们以后有钱了我再治，就是心里特别谢谢。有时候也觉得生这个病感觉是他们的负担累赘。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瞎想，也想不到自己为什么会生病这么倒霉。我记得有一次医生也给我来换药嘛，你刀口，我爸爸好像是不愿意看，就背过去了，看窗外。真气人，我怕他们看了会伤心吧。做是那个很难过的。虚弱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晴晴继续求学，无奈他只上到小学4年级，曾经的同学朋友都继续着原本的轨迹。可是对于晴晴来说，生病改变了她的生活。社交不太好，社交恐惧症，对自己不自信，应该还有一点自卑。得病以后身体也比较弱，一直在家跟外界啊，跟那个朋友啊什么接触的比较少。一开始还是挺好的，后来就是越大越不爱说话。我也想交很多朋友。在医生看来，晴晴不仅要治病，更要治心，因为心态对于病情的控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你上大一了吧？对。他18岁，你也18岁。
都是一个病。隔壁病房的菲菲同样18岁，即将进行肿瘤切除手术。医生黄佳特意介绍两人认识，希望他们能彼此鼓励。加油吧，你比我还严重呢。谢谢。他比我瘦，我比较壮。四手术吧，感觉比我这还多。三名呢？看着他比我坚强。看我呢，怕打扰你休息。哎呦，一笑就疼，不应该笑。你现在对于手术还是害怕？害怕，看着你流血，我也害怕。觉得你应该会比我适应更强一点，因为毕竟你已经做过两次手术了。我最怕扎手指头，然后他一天还给我们扎这么多次。然后让我打这止疼的药，就感觉好多了。所以我不用说那些鼓励的话，我只需要他们陪着我就可以。杨主任给你们把这个具体的一些手术的方式和风险给你们说一下。你18岁了，可以做决定的。来，你说靠近点，你也想听啊？你想听？害怕我呀？跟我爸爸有说，以后我觉得医生有跟你说一些什么我的病情，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手术最大担心就出血，这么大的肿瘤，牵扯的范围这么高，有这肝后、肝周、腹膜后，它的供氧血管到底有多少，从哪儿来，不是特别的清楚。有很多呢，都是需要术中的临机而断的，出血、感染。脏器功能问题可能要联合脏器切除。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性，就进去之后就全都粘连成一坨，根本分不出个了，就好像饺子都坨在一起了，肠子和瘤子根本分不出个，粘在一起一坨了。那这样的情况下，那可能什么也做不了，大概还得关上。
嗯，好瘦啊！哎，漂亮吧？挺漂亮的，一点没问题，大眼睛。刘鑫是杨志英主任救治过的畸胎瘤患者，十年前的今天正是他手术的日子。而现在刘鑫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我也跟他说了，我说现在这有一个小姑娘正在等待做手术，我说有时候对这个挺担心的，我说对，他说喂，你今天要接手术了是不是？嗯，还没进去呢。没有。我听罗罗姐说你猫在被子里不敢说话，不要害怕了啊，没什么的，做了手术了。你现在伤口还疼吗？我现在伤口不疼了，我昨天自己打火车了没伤。你手术完了之后告诉我一声啊。好。加油啊！来来，支撑三六呢啊，三六啊，等着你啊，我在这给你慢慢吃啊，加油啊！手术前，杨志英主任再次用手试探腹部内肿瘤的位置，确保能够找到最佳的手术切口。先小伙进去看看，我就跟你说几针哈。行，开，可以开了。剪刀，来刀子。我这马上腹腔一打开之后，可能腹压会降下来，你那边小心点啊。手术呢，确实是风险是很大的。这瘤子呢，是整个位于肝脏的周围、膈下、肝后，跟周围呢紧紧的粘连在一起，想拨出来呢都很困难。来，上钩子。现在好像左边好像容易下一点。这边能不能拔起来？这边能不能拔起来？不行，我粘连，粘连不行。这是肝门，来，这个大球。过电了，被电击了。这为了保护这血管啊，就得手垫进去。要是就容易被这个烫了。重新换了手套，杨志英主任再次站在手术台上。原来只看到外面一点，里面还有蛮多，还有蛮大一坨。切得动吗？
搭垫子准备啊。搭垫子，来。搭垫子，来。快点，快点。张盘。准备张盘。下来了啊，快快快。快点搭垫子。搭垫子，赶紧来。先下了一块。哎。那。第一个肿瘤足足有六斤，而晴晴肚子里还有两个同样大的肿瘤等待切除。这只是一侧，万里长征才走了三分之一，另外一侧更难。好，来小管线啊，左侧切掉之后呢，右侧的瘤子呢和肝脏呢就能向左侧偏，这样的话呢，瘤子和膈肌和胸廓之间呢形成一根间隙，就给右侧的手术呢提供了条件和方便。因为右侧太大了，尤其是跟膈肌跟肝脏呢粘连的特别紧密，很难分出这个界限。把这个松了，看，争取不开胸，争取不开胸。肝后下腔静脉呢已经被这瘤子完全闭塞掉了，形成了后腹膜的广泛的侧支循环，侧支的血管血管壁都很薄，一旦破裂之后呢，那出血是很凶猛的。往左侧吧，使劲，把这个缝给我露出来。让开了一部分啊，这会儿这真的是力气活，苦力。手术已经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杨志英主任还是坚持不开胸。我们也是考虑到小女孩嘛，胸腹联合切口对她的创伤就太大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尽可能的，慢慢的给她拨出来了。把那东西，这。进胸腔了啊，小剪刀，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手动剥离，第二个瘤子终于被成功取出，然而意外却在此时发生。我听话听话，叫人，赶快叫人！404，快点！那个血拿来了没有？血压，然后赶快输液。按这个线做是吗？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手术。谢谢父母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我会更坚强。姑娘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命吧，有她我们也有动力，也有希望。不管再难，我们还是积极的给她治疗。不说了，不说了。叫人，赶快叫人！那个血拿来了没？
到那个 ICU 好好睡一觉，睡明天咱们就回去了啊。来看看一下。就这把是他、这个、就是他肺里边的。那就横着啊，小口慢慢的吸啊，小口啊，小口小口。我知道你疼，坚持一下啊。尽管晴晴已经转出了 ICU， 但爸爸心里始终放不下的是肿瘤病理分析的结果。他害怕已经做完三次手术的晴晴，在未来几年里还要继续手术。我就是肺，就是肺还没有张开，喘气费劲，肺被压的，别腿软了，变小了。那伤口长好了没？伤口长好了，我还想着跟你一起去玩呢。爸妈或者是，这才是最好的感恩。我是希望他呢，不只是病治好，慢慢的能够融入到社会中去，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
这个是中国人寿送给你们的关爱之心，希望晴晴早日康复。谢谢中国人寿，谢谢生命源。确实就不打。蒋兆英今年48岁，身边的人，不管是大夫还是我自己的家里的亲人，都特别的热情，对我特别的关心，什么都为我想。别激动，哎呀，所以哈，我觉得，真是的，就不管结果什么样，我都值了。蒋兆英心脏上的两颗炸弹，一个出现在人体血液循环的总阀门主动脉瓣上。14年前置换的主动脉机械瓣本身有2个半叶，现在一叶机械瓣膜活动受限，出现了卡瓣的情况。另一个炸弹则在它的主动脉上，主动脉是人体内最粗大的动脉，全身各处的血液都通过它来输送。而蒋兆英的生主动脉已经从正常的30厘米增粗到了52厘米，形成了主动脉瘤。现在的主动脉壁被血液撑得十分纤薄，随时会有爆裂的风险。一个是瓣膜，一个主动脉，这两个病如果你不去做手术，有可能是要命的。你现在感觉可能他自己生活呀、洗澡、吃饭什么都没事，对吧？你不去做啊，就是说这个主动脉它会形成两个风险，一个就是破裂，第二个形成主动脉夹层。破裂呢，就是一下子破了，那水唰就出来，这里边压力很高。这个如果血一下子出来之后，3分钟5分钟人命就没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主动脉瓣，这个如一旦这个主动脉瓣出现卡瓣啊，或者说这个血流呢往外打得不及时，这冠脉的缺血、脑部的缺血都是可能形成猝死的。如果说人生是在打扑克牌，那么蒋兆英手里拿的无疑是一副烂得不能再烂的牌。他的胸腔纵隔部位又长了第3个炸弹，一个尺寸约为5厘米×6厘米×7厘米大小的胸腺肿瘤。哎呀，肿瘤我们从 CT 上看得有这个碗这么大吧，就这么大吧。片子看的话，这个都是这个灰色的就是肿瘤，这个白色的就是主动脉，中间是没有界限的，中间是没有界限的，整个就是挨着的。胸腺肿瘤位于胸壁、肺和主动脉之间，最致命的是它紧挨着已经严重扩张的生主动脉和主动脉弓。胸腺瘤和主动脉瘤相互挤压，一旦主动脉壁发生破裂，将会出现大出血，直接导致死亡。现在做拍的 CT 所有 CT 来讲，心血管外科领域最知名的专家孙立中教授，他是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主任，也是我国心血管外科完成手术例数最多、病种最全的专家之一。那这种情况在一般的单位他就没办法做这个手术，那在我们这儿的话呢，我们把肿瘤先切掉，完了呢再把主动脉换掉，再把瓣膜换掉。在我们这儿呢，就是心脏病合并其他病的治疗的手术呢是经常有的。然而蒋兆英的病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是他的胸腺瘤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这是孙教授也无法控制的。那么至于最后的结局是好还是不好，往往医生不能够，不是他不是神，他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能治得好。医务工作者的目的目标
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生存下来，能够活得更好。最应该努力做到的就是尽自己的这个全力去帮助患者。原来的瘤它一直长得肯定不行，肯定得去掉，那个血管那是相当危险的，我必须得做。你就是卖房卖地你得看这个病啊，人命只有一次。蒋兆英的丈夫老郑比她大10岁，第二次陪妻子住院做手术，显然要比14年前那次紧张了很多。对，现在他这三种病都是感觉就是好像有了生命危险，他自己就能感觉出来，他就压力大了。这次他就有点害怕，这种谁也不愿意就是把个生命结束了。他才50岁呀、啊，太可惜了。27年风风雨雨，我两口子就是个打工，就这么奔波的。哎，现在刚弄成自己的房子。治是一定要治的，我已经做好最坏心理打算了，现在只能是照顾好我妈每天吧，能做到的东西尽量能做得到。每天都给她送点饭。嗯，天天送。一个是在家做的可口，再一个我自己做的东西毕竟吃得放心吧。自从蒋兆英从山西到北京来治病，她的三个妹妹就一路陪同，租住在医院30多公里外的亲戚家里。病人是老大，那是我大姐，这是我二姐。老三，老师，我老三，他老师。啊，还有个老五在深圳。老五，那是弟弟。啊，姊妹五个。姊妹五人，老家在吉林通化。后来，蒋兆英和四妹都嫁到了山西，三个妹妹纷纷放下自己的工作，和即将高考的孩子陪同大姐一起度过人生最难的关卡。这个时候是挺关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陪在她身边。那送给你个礼物，我们三个人的，心里话。姐姐，明天就要做手术了，我知道你心里很害怕。我想对你说，你不用害怕，不用恐惧。心若阳光，健康自来。祝大姐早日康复，二妹。我儿子写，妈，我在北京的路上就想你，想见到你什么样子。我想我们一起努力这么多年，后面的日子缺谁也不行。手术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选择希望。来接手术了啊！啊，是不用拆线，用不用拆线，给他拿的吧。上午8点10分，蒋兆英被推进手术室，已经经历过2次手术的他，这次还能幸运的从死手中成功逃离吗？而与他并肩作战的孙立忠教授及其团队也已经到达了手术室。心血管呢，必须得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手术。在完成手术以后呢，马上就得恢复它的功能。心脏不能休息，血管也不能休息。手术的要求呢，要更精细。手术时间越短，对人的损伤越小。成年人的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带动体内5升的血液，在总长度69000公里的血管中循环。如果把心脏比作水泵的话，那么主动脉瓣就是总阀门，主动脉就是连接总阀门的水管。蒋兆英现在是不但阀门出现了卡瓣问题，而且水管也面临着时刻爆裂的风险。除此以外，在水泵上方还出现了一块5厘米×6厘米×7厘米的胸腺肿瘤，而这胸腺瘤就相当于压在水泵上的一块巨大的石头。所以要想修复阀门和水管，医生就必须先敲掉这块石头。
由于蒋兆英的胸腺瘤位于胸壁、肺和主动脉之间，孙教授决定从一个切口先把肿瘤切掉。动脉把它分好了，分好了，就在这一段就行了。这一段，从这一段，一个往下边，一个上边。为了降低主动脉大出血的风险，孙主任决定先把体外循环装上，降低主动脉的血流压力。来，管道前来，转机分管子来。马上要转机了，动静脉插管转机。用心开来，开也得开，开也得开一下，用心。因为这是蒋昭英第三次手术，所以他胸廓的解剖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肌肉组织的分层界限非常混乱，纤维组织增生，血管粘连十分严重，这就对打开胸腔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我来金钱的，再来两把金钱。孙主任，预计降到多少度？降到22度左右。来，胸骨锯，两把金钱。再者，影像资料判断肿瘤与主动脉的界限不清，如果医生在劈胸及游离肿瘤时不小心破损了主动脉，就会瞬间造成大出血，蒋兆英很有可能就再也下不了手术台。这不是他胸腺瘤在这里，对，他在主动脉这个投壁血管，这靠近投壁血管，就在这个胸前的有点高，你比较高，能全流量吗？刘峰，差不多。你要不够的话，你告诉我，我再想发啊。哎，换这个钱。能拿到全流量？哎，好。再去，把那个管还有吗？那个这管还有吗？管没有。就那个人，就这个这组管还有吗？没有。没有，那拿块。很快，胸腔被顺利打开，胸腺肿瘤显露出了冰山一角。孙主任开始游离肿瘤的边界，再往哎，好，好，我跟您说，包膜还挺完整啊。过去可能交界性的，交界性。胸腺肿瘤大小足足有5×6×7厘米。不但压迫了周围的脏器和神经，最为致命的是它已经侵袭了主动脉，而紧挨着的主动脉又极度扩张，主动脉壁被撑得十分纤薄，这是游离过程中最危险的地方，一旦损伤主动脉壁就会造成大出血，导致从脑子到脚全身的血运停止，重则下不了手术台，轻则脑死亡变成植物人。我就害怕血管出血，大出血，这是最担心的一点。啊，那大出血？嗯，大出血你这个什么也看不见，弄不出来。啊，你下不了手术台，那你最担心，你就是很短那个时间，就血就流完了，没事，主要就是怕那。有一个经商之处，就是总觉得这样的医院好，大夫好，这就是个经商之处。要没有这，谁都害怕，那你早就垮了。你说现在相当于这个，你这要换的水管的上面插了一层水泥，然后你要把这个水泥给它去掉，但是水管子呢又得还得供着水。全部都切掉了，完全切掉了，中间。走。装到袋子里，打算术后。
新的人工水管。点滴待会儿准备阻断啊。温度线多少？23度。先给我来灌那个皮开液。降温完成，阻断主动脉，医生开始向心脏灌注停跳液，体外循环机开始代替心脏和肺的功能，向全身提供血液循环。蒋昭英的心脏开始渐渐停止跳动。这还是切开报告，这样能看得清吗？对，还捡到了。医生们要顺利完成这项任务，前提是必须要保护好心肌功能。心肌保护不好，心脏在停跳以后就无法顺利复跳。而蒋昭英的心脏因为主动脉瓣卡瓣时间很长，心肌很厚，在经过长时间手术打击，心肌功能能否恢复，这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皮特别的厚，是那个重度主要瓣狭窄的，皮特别的厚。狭窄，那种狭窄看就是。刘波老师，他皮壁特别的厚。心腔特别小，室壁特别厚。那点到过，又点到了，又过了。打开心脏，孙主任很快发现了旧的人工机械瓣，机械瓣膜上有纤维组织覆盖，一叶主动脉机械瓣膜活动受限，不能良好工作。幸运的是，医生在摘取旧的机械瓣时，并未发现有垫片存在。很快，孙主任替换了一个新的大两号的主动脉机械瓣。此时，手术进行到了最难的时刻，孙主任要拆除最难拆的炸弹——主动脉瘤。主动脉瘤就是已经扩张的主动脉，而主动脉是人体内最粗也是最重要的血管，切断主动脉就等。照顾照顾我父母，因为他们也老了，这么多年我都从来没管过，够不上，太远，嗯，不让他们操心就不错了。刚来北京以前就交代这个后事了，哎，我要走了别把房子卖了，哎，他就放不下我，我一个人咋生活，儿子还没有结婚还小，也是放不下。跳下来了，那个是这样的啊，手术呢就是现在做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把瘤子取下来，就是你看这个大体形态，
瘤子是这样，到时候对这个瘤子，你看直径这下面有个标尺，基本上在6到7个厘米左右。这个东西随后就要送到病理科，然后去做病理，看你到底是有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来讲，这是在原先那个主动脉瓣，我们又重新换一个主动脉瓣，然后逗留下来，就生物动脉也换了。主动脉功能我们做了一个部分功能，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台上继续给它止血。然后止血关胸，才能回家去。这个过程可能还要将近2个小时左右。辛苦吗？辛苦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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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好，谢谢啊。对吧？吓死我了啊！他血挺好，冒汗了，冒汗了，吓坏了。走吧走吧。哎，这挺好。反正术后早期的风险呢，第一个呢就是出血，因为我们呢也是反反复复止血的很长时间，把能够看到的、能够想到的、能够发现的出血都止住。但是呢，因为这个手术创面很大，所以说呢，说会不会再回出血很多呀什么的，这不好说。王大夫刚才我进去忘了，人家说是什么时候忘了，什么时候能信了，就是定不了。啊，正常说是今天晚上就信了，信了。啊，是正常的，是不正常的。这说话声音哑吗？有点哑。就说出来吗？能说出来。说不出来。有点哑吗？因为你那个瘤子很淡，把两侧的这个神经可能会受一些影响。行吧，慢慢恢复。接下来之后要看那个病理结果，但整体来看呢，你说是完全是良性的，应该不像，因为他自己的包膜还是有轻疾的。正常来讲，胸腔是有一层包膜的，那个包膜应该是很完整的，它是还是往周围有一些轻疾。这个东西，第一个，你说完全恶性嘛，倒也不好说，那些完全这只能等那个病理结果出来。那看几天？5个工作日左右吧。病理结果出来了，你大概说一下。诊断上就相当于是个 B 一型的一个胸腺瘤，啊，这种胸腺瘤来讲，就相当于是因为肿瘤它侵及包膜了，就是一个交界性的，处于在良性跟恶性之间。我们昨天也找胸科会诊了，胸科建议呢，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没什么影响，你们回当地医院做一个放疗。听到医生说放疗两个字，老郑和二妹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啊，你做放疗呢，相对的如果能做了啊，做放疗的话，对他来讲远期复发会降低一下复发的概率。嗯，好吧。嗯。静养，吃吧。静养，从明天中午以后，你可以吃点青菜。老郑没有口头告诉妻子这个消息，而是直接把刚才的病理结果的照片发给妻子。让大夫去解释吧，那还是让王大夫或者是刘主任给他解释解释。对，人家解释他相信，你知道吧？说完怎么知道结果难受了？反正他是有点担心的啊，没事儿。那个是这样的，他那种结果其实跟我们预想的原先跟术前做的是一样的，属于良性跟恶性中间有交界性。他这肿瘤啊长的话，就相当于有侵袭性，对周围有侵袭啊。这种的话，一般来讲建议的话，你即使有时候不放疗或者什么的，远期预后啊，远期生存率还是很高的。回去呢，在当地胸科再看看，如果能放疗了，做一段放疗更好，对你影响其实并不大。你就是这次就当我之前没得过这个病，切完了以后我定期复查就行，就这么回事儿。对啊，该生活生活，该工作工作。还是王大夫给你讲得清楚，这就这可就放心了，把这个疑虑打消了。
我俩说他都不太相信俺俩啊。整体预后还是远期的预后很好的，挺好的。王大夫，这回就放心了，对。有难同当吧，那是有福共享。我心愿就是盼他们平平安安的好了就行，什么都不在乎。